这个是扩展器，它四个端口 ，output 1、2、3、4都是并联的。你看它的效果都是一样的，效果都是一样的。然后后面就从这里就第四根出来，然后要上来，过来，再上去，这是属于串联。串联的话，做程序就可以变化多一点，并联的效果是一样的。串联是可以做编程效果的。